那你又为什么背着我去查青丘的死？你不信任我？我只是想知道所有的实情。你惩罚我，哪怕杀死我，我都认。你为什么要杀害无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人是无辜的。他是你枪指你的终点，所以注定不是无辜的。 你杀他，是想隐瞒什么吗？我是怕你受贱人所蛊惑，我想保护。王姐，王姐，威胁我，想拿你的命。 赌我心软？怎么会呢？我哪有那么重要？我只不过是想跟你谈个交易，以命换一命。好啊，那我看看，是我的心硬，还是你的命硬？别欺负其他女孩，恩，我还完了。 看来还是我的命硬一些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是生是死。